近日有媒体拍到薛之谦带父亲看别墅逛家具城，而薛之谦的好兄弟朱桢也是热情现身，全程陪同为他出谋划策。只见薛之谦当日一身白色短袖搭配灰色长裤休闲出镜，戴着口罩的他与好友朱桢两人似乎刚看完房走出来，两人在街上说说笑笑，甚是放松。之后薛之谦和朱桢通过马路与另一头的薛爸爸会合。次日薛之谦父子和朱桢三人再次前往家具城挑选家具，薛之谦不断认真的拍照，看来此次购买新房是八九不离十了。据悉此前薛之谦一直表示为完成音乐梦想花费大量资金，还在各类采访中不断哭穷，称父亲甚至卖掉房子供他读书做音乐。如今事业蒸蒸日上大红大紫的薛之谦卖房看来也是为了回报父亲的恩情。